4月4日，安以轩在微博发文称：“我当妈咪了，昨晚飞回台北。”看到这句话，让很多网友误以为安以轩怀孕了。再往后看才明白，原来是安以轩3月30日买回来的居委孔雀鱼，生了好多小鱼，还艾特陈乔恩说生日快乐。原来今天也是陈乔恩的生日，他们和你同月同日生，以后可以一起切蛋糕。这才让粉丝们明白，是安以轩买的居委孔雀鱼怀孕生 BB 了，并不是安以轩怀孕了。安以轩这条博文也引起了粉丝们的热议，纷纷评论道：“看到第一句话还以为你怀孕了。”看来粉丝们还是非常的关心安以轩的。不过也有粉丝评论道：“有可能真的怀孕了。”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